나는 능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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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生态呢，也是在北海道呢，非常非常热的景观喽。因为如果你是上一次的位置，或是未人类食物以后呢，他们可能就不想回去了。像这破坏这个大自然生态，等到大概二月份过了以后呢，他们就继续往北边了，飞回去西伯利亚以后才会。真想还会神蛋，才会产卵，再继续下一代。所以每年这样子飞过来，又飞过去呢，这种生态呢，也是在北海道呢，非常非常热的景观喽。因为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真的来这边冬天的时候才看得到，一定要冬天才来哦。这里是曲协的五北海道东北海道这个地方呢，叫地子区，在这附近很有名的川汤温泉也是晚上要住的地方，希望我可以有很好的美肤效果，希望可以让大家呢可以更知道北海道在冬天的神奇的魔力。